出轨事件后人气已大不如前，微博账号也已经3个月没有更新了。不过本月一日，他的账号突然更新动态，原来当天是他的35岁生日，系统自动设定了生日通知，不少粉丝也留言祝福。事实上，福原爱暂停了微博发文，却积极经营小红书，目前已经吸引3万多人追踪。他在平台发布了影片，分享自己再次到访以前爱吃的拉面店，店内墙上依旧贴着他的报道，他和老板的合照，他的签名，让福原爱感觉一切都没变。随后老板端出了他最爱吃的排骨拉面，福原爱边吃边吹凉。影片的文字解说也透露，他很怕烫，是猫舌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福原爱的生日是11月1日，而前夫江宏杰是2月22日。过去江宏杰曾将双方生日111222当成爱的密码，以为是佳偶天成，没想到最终却以离婚收场，不禁让人感到唏嘘。Bye.